下面颁发榜中榜年度金曲，获奖的是最唱金曲庾澄庆《吴莫愁我要给你》，情歌金曲林峰《顽石点头》，校园金曲王心凌《变成陌生人》，翻唱金曲张杰《天空》，动感金曲罗志祥《有我在》，励志金曲坚持痴心不改，温暖金曲刘涛勇敢爱情，粤语金曲古巨基恋无可恋，影视金曲李宇春刀锋偏冷，网络金曲蔡依林大艺术家，有请获奖者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么现在在我们台上呢，已经我们几位代表上来了。我们欢迎金池、吴莫愁、刘涛，还有古巨基、林峰，欢迎他们，谢谢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来来来来来，赶快赶快，这个美丽的特别奖项先发给这个荣誉，赶快颁发给各位。找这个字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男士交给你了，广美。啊。男士来，另外两次给广美，谢谢，来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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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的，那男士的，这真的是我看过，恭喜恭喜恭喜古巨基，David 你是不是拿错了一个？来，那我就把这个。对不起，还有分。Excuse me， 好，再次恭喜各位。那么在这边给我们用一句话代表一下现在的此时此刻情形，好，心情好不好？好，从女士开始，来。哦，那从刘涛开始。谢谢，因为《勇敢爱情》是我的第一首单曲，那么十月份我也会推出我自己的新专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 China V， 谢谢所有的歌迷影迷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星空，谢谢 China V， 谢谢支持好声音的朋友们，谢谢哈林老师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真客气啊！特别激动，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有一个奖项作为鼓励。那希望接下来能够做出唱出更好的音乐跟大家分享，真的非常感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英皇唱片。那也感谢所有做出那么多好音乐的幕后工作人员，希望可以做更多更多你们喜欢的歌曲。谢谢。谢谢，也恭喜几位，再一次的恭喜几位获得我们今年的年度金曲。哎，鸡哥还没说，来，没事，我简单说一下，这首歌《恋无可恋》，我要多谢所有的参与的音乐人，可是我要特别多谢我的前度女友，因为这首歌是说我跟她的故事，多谢她。哇哦！好的，再次恭喜各位得到这个荣誉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继续加油，谢谢。谢谢。